剧中的尔晴，歇斯底里，心狠手辣，让人恨得牙痒痒。万万没有想到，生活中的苏青居然是一个文艺范十足的氧气美少女。她爱看书，爱小动物，闲暇时还会画画油画。除了这些，她更是一位运动技能满分的帅气小姐姐。健身、撸铁、瑜伽、拳击都耍得有模有样，骑行、马术、游泳、冲浪更是不在话下。就连难度系数十颗星的野外攀岩，他也毫无畏惧。每次都想要放弃，每次都差点失败。一次一次失败，一次一次从哪跌倒从哪开始。It's good。 这种感觉我们往下看一下。看到这样帅气的小姐姐，让人羡慕嫉妒，没有恨。尔晴不行，但苏青太可以了。